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寻找蛋宝宝。哟吼！多么美好的早上呀！可爱的蛋宝宝，快跟着妈妈一起做早操吧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扭扭屁股，啊，扭扭脖子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、三、四，伸伸手呀，踢踢腿，啊，咯咯咯，我的蛋宝宝，宝宝。不！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快去看看。鹅妈妈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蛋宝宝掉进前面的树林里不见了。哥哥，鹅妈妈看起来很着急，我们快帮帮她吧。让我想想，啊，有了，我们可以请超级汽车来帮忙。啊哈！召唤超级汽车！火箭赛车，超雷达警车，超级汽车，汽车出动！蛋宝宝你在哪里？你的妈妈好着急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开启雷达寻找你。蛋宝宝你在哪里？让我整个世界寻找你。找到啦，蛋宝宝你在这里，草丛后面找到你。哦，又不见了。哎呀，宝宝太调皮，弹来弹去又不见。青春赛车再出动，我们一定找到你。第五找到了，宝宝掉在河里，快点快点，顺着河流往下飘，哎呀哎呀又危险，不好啦，轰隆轰隆加速跑，要比小河跑得快，急刹车向上飞跃，一把抱住蛋宝宝，安全啦，终于安全了。咯嘎咯嘎，今天天气好，适合做早操。适合做早操。宝宝，跟着妈妈一起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。啊，哦，宝宝，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气球满天飞。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，卖气球了！哇，好漂亮的气球，我想要买一个。你想要哪一个呢？哇，这个红色的我喜欢。那给你。我又觉得绿色的好像更不错。好吧。我好像更喜欢粉色的。哎呦，我先去上个厕所，
来，气球给你，你自己慢慢选。哎呦，哇，要哪个好呢？我得好好选一选。哎呀，怎么飞上天了？阿布，小心！救命啊！皮皮，阿布，你们没事吧？没事。你们没事，我的气球有事。别担心，猴子老板，我们能帮你把气球都拿回来。召唤超级汽车。出租车，飞天救护车，超级汽车，出动！天哪，这么多！没关系，对我来说小意思。哦，那就比一比，看谁能找到更多的气球。来吧。大大车轮盘啊盘，出租车呀跳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一个两个抓住了。气球挂在树上，看我跳得更高，风儿吹来气球飞，越飞越高，抓不到。哎，好生气呀。换我来，张开翅膀飞，救护车呀飞得高，满天气球飘呀飘，我全部都能抓到。气球飞上云端，我能把它找到，风儿吹来气球跑，左边右边到处飞。气球太不听话了，看来我们需要合作。你说的没错，摩天轮上有气球，出租车呀跳呀跳，抓到了！小鸟抓着气球飞，救护车呀追呀追，抓到了！剩下的气球在哪里？在这里！气球飞到湖面上，气球飞到大路上，气球飞到街道上。猴子老板，还给你。多亏了超级汽车，气球都找回来了。太感谢你们了。大家要抓紧，别让气球再飞了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，陨石袭击。我听说这次的流星雨是100年才出现一次的哦，真的好期待呀。根据我的调查，贝勒森林就是最好的观测点。那我们快点走吧。快点。到了到了，就是这。我来搭帐篷，我们来准备食物。我来组装望远镜。皮皮小心！流星雨观察小队，准备 go！ 看见流星雨时，一定要记得许愿哦。
是什么？啊，不好，是一颗着火的超大陨石。超大？有这么大吗？根据计算，比一栋房子还大。让我看看这颗陨石要飞到哪里去呢？是贝勒森林！贝勒森林有危险，是时候召唤超级汽车了。挖掘机，装甲消防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你们也是来看流星雨的吗？看什么流星雨啊，快跑，你们有危险。没错，有一颗带火的超大陨石正朝这边飞来。没时间了，大家快走吧。哼，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搞错了。我们还要许愿呢。真的有大火球。大家往这边跑。是准备好战斗，守护森林的安全。挖掘机大大铲子有力气，有力气，举石头瞄准目标甩出去，要用力，飞呀飞，大大石头击碎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陨石打不坏。看我的消防车，灭火救援最无敌，最无敌！超目标，水枪大炮准备好，准备好！砰砰砰，大大水球熄灭你，一个接一个发射，大火灭不掉。怎么办？陨石越来越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吧。我们一起上。加速度，石头旋转飞出去，好快啊！加能量，水球变大喷出去，好强啊！大陨石轰隆轰隆被击碎，变成小小的火球，哗啦哗啦被熄灭。我们成功了！太好了，贝勒森林安全了！超级汽车最强升级。